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的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其实这道吼，计算的迄个状况已经足严重。罗清德副总统吼，即摆咧参选候选人，伊就讲啊，啊，即摆全世界上想要看到蓝白河，上个想要看到是啥，一定来讲是共产党。嗯哼，全世界共产党上个想要看到蓝白河，即摆哪会是？对，而且连咪选的时阵，较袂特别是选选的时阵，拢感觉共产党会走。الصينيون يفكرون بخطوة كيف يفعلون مع تايوان ما فعلته كتائب القسام 7 أكتوبر。这话其实是来自于哈马斯的领袖，他叫马夏尔。在这个冲突爆发过后呢，他认为说哈马斯成功的执行的这一起突袭，应该要成为教科书的范本。他还说，能够从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获益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大陆了，因为他们现在正在研究这样子的突袭到底该怎么。他还甚至说中国大陆考虑对台湾也发动这样突袭。台湾的朋友们，这个关于台湾这个谁啊，还有那个 Kirby 啊，这个 Kirby 啊，他这个重申说啊，郭文贵在说话，听听说说就是了，然后呢那意思是郭文贵胡说八道，他说国台办说我好话了，那个意思是什么？郭文贵说的是有这个事儿，是有给上面写报告的，说我好话是国台办写的，但我说的是统战部。我再告诉你啊，科比，我说的不是仅仅是统战部，
是军委第七办。军委第七办，你明白我说啥意思了吧？嗝屁！军委第七办对你写了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个报告就在我郭文贵手里。军委七办是干啥的？台湾人民知道吗？我告诉你，台湾人不知道军委七办的，你就不是台湾的真正的牛人。对台工作最核心的是军委七办，不是对外联络部，也不是统战部，也不是国台办，是军委七办。KP， 你自己知道，只有你懂我说的是真是假。你等哪一天的时候，我让你表演完了 KP 啊，我让你表演完了，我本来我就不要搭理你，然后你现在就开始什么玩大胆的了，你想继续干，下次来选这个台湾的总统。但是你记住，你就是个棋子儿，你打着专业人士的幌子骗了那么多年了，骗了名，骗了荣耀啊，吃吃喝喝的你也搞了利益了，现在你还想继续干，那不行。所以说军委七办这个文件你别在这胡吹，什么国台办了，所有军委七办的人有四个身份，当然包括国台办总战部军方身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专门对付你们这种高官的。亲爱的战友，大家好，大牛好。这个听上去这开头很激动啊，很激动啊。戏演完了，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那戏又看上去好像是不是差不多演完了？大牛，好，你跟大家先打个招呼。菲菲好，全球的战友们好，小铁好，今天非常开心又能上菲菲秀。嗯。好，这个我们今天要上已经有一星期没见到大牛了。那上周大牛也是去忙战友的事，就没有办法来上直播。那一个星期，那其实今天大牛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更新啊。两个星期的台湾的情况，这个台湾最近怎么样？科屁的，我怎么听着听着觉得他好像叫葛屁的，就是科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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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屁的。对，这个他们的红蓝白结合的怎么样？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进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八卦？最近你们好像台湾这个除了这个有正统选战，还有八卦选战，还有娱乐选战，还有黄色选战，我感觉这个很多战啊。好，大牛，你跟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吧。好的，菲菲，这个这两个礼拜其实最热门的新闻肯定在两周以前，就是那个鸿海富士康他被查税嘛，大家都知道。那这边先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富士康被查税之后呢，其实台湾民众都很期待什么？霸道总裁，我姓郭，各窝锅，对吧？我最会赚，没人比我会赚。这个郭，他会出来说些什么话，跟这个中共对抗？结果没想到他神隐六天啊，都没有露面。他在上周一爆出这个事情嘛，然后在上周六还上周日，他参加了一个算公开半公开的一个活动，但是也没有发表谈话啊。然后到这周基本上都没有对这个鸿海被查税他有什么正面的回应。所以说呢这个之前呢非常霸气的总裁，不知道这个霸气跑到哪里去了。这个在选前啊，很多人就问郭台铭一个问题，他说那如果说中共被没收，威胁你就要没收鸿海的话，你怎么办？那时候郭台铭是非常的霸气，用台湾话叫做漂配啦，很漂配，刚讲说 please do it，说这个啊，随便你啊，你拿去吧。现在事情发生了，还没有拿去，只是查税而已。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割窝锅或这个郭总裁啊，他也是 please do it 啊，但是不是霸气的说，是跪下来的说啊，请拿走吧。这个也不奇怪，就是之前就郭台铭本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嘛，当年他答应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说要给美国什么带来多少工作机会啊等等的。许了多少的这些承诺，结果没有半样实现的。这一次他也是一样啊，也不意外，对吧？这个是之前说的跟后来做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看，如果真的选这个郭台铭的话，台湾未来会怎么样，那就不用说了。那郭台铭被查水表这个事情应该在礼拜天，就是上上周的礼拜日。然后礼拜一就隔天呢，马上就爆出一件事情，爆出什么事情呢？是
有一位民进党的立委，他被爆出跟一位中国的女子他有婚外情啊，这个小姐应该有很多这个照片可以秀出来给大家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非常的诡异。诡异在哪里？如果你看这个照片的话，基本上很多张他都是这位女性的自拍哦。你可以看他手拉比较长，然后他们两个在自拍的照片哦，大概很多张都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哎，那怎么会都是这个女的她自拍，然后最后还从这个网络不知道哪里，然后就被人家爆出来了哦。当然后来很多人已经找到起底这位女性哦，她在江苏的一个算在那个党企里面在这个工作哦。那当然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立法委员赵天麟，就这个男生他姓赵，赵天麟。他呢，他在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里面，他负责的是哪一块？他负责的是国防立委，就是刚刚小铁片头也有讲到的哦。这个是在台湾这一阵子吵的也是很凶的，就是台湾现在有那个自制潜舰嘛，然后之前有爆出了这个泄密案。那自制潜舰现在我们明年后年都陆续每年可能要打造个三艘。那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立法院在审理这个经费的时候，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哎，他们就在阻拦这些预算。很多其实很多台湾民众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去阻拦这个预算，因为其实这个潜舰是从李登辉包括到陈水扁时期，就是历任来的台湾总统其实都想要台湾自制这个潜舰啊，因为这样才能跟大陆至少是跟共党他至少是在军事上面，而我们至少在水底下也有我们自制的这个潜舰，是吧？空军上也有那个飞战斗机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台湾一直很想要的。哎，结果现在我们有能力了，国际上支援我们台湾技术了，为什么国民党在挡啊？这个也很奇怪。然后更奇怪的是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哎，这个赵天麟这个赵立伟他被爆出了这个婚外情。他被爆出婚外情之后呢，他就直接退选了。这个就是民主制度这个他也知道自己选不上，也会影响到民进党，他直接就退选了所以这个非常可疑。为什么？因为现在在这个国防立委里面，八席里面目前是有五席是这个民进党的国民党他是只有三席的。那这个他们现在国民党在党嘛，那如果说明年的这个选战，因为明年也要选立委，好，那现在像赵天麟他退选，然后还有因为在立委的选战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蓝跟白他们是胜算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在国防立委这一块国民党他获得四到五席，那会不会真的就把这个制造潜舰的这个经费预算就挡下来了那当然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国防还有自卫能力肯定是弊大于利。那关于立委这个我这还再补充一个，就是柯文哲就刚前面有看到一开头在那边唱那个歌颂那个毛泽东的这位女性她也是这个大陆女子，她是这个中配嫁到台湾来，然后她是这个新著名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代表的算是委员是一个头，然后呢柯文哲直接提拔她来参选这个立委直接就让后来她现在也被起底，她是有共党的这个身份，影片都被找出来歌颂毛泽东，然后呢她直接让她可以去这个说要让她去参选立委这个就是这个葛屁他现在在台湾在做的事情光明正大的送共产党员来台湾这个竞选立委。好，那当然呢这柯文哲的这个立委的事情是这个礼拜的话题，刚刚提的都是算是两周以前的话题，如果到今天来讲是两周，就鸿海被查水表，隔一天马上爆出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的这个由中国女子这个小三的这个事情。这两个事情一爆发了之后呢，马上台湾这两个礼拜最热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在炒蓝白合，就是要赶快要蓝白合了。那到底有人在想说怎么会这么的刚好？那之前七哥也有爆料过嘛，就共党对台湾这个蓝金黄的这个严重程度所以说呢，我就在猜是不是这个，因为就像我今天跟菲菲讲，菲菲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不是啊，你们台湾都已经要选战，已经剩下倒数七十几天了，怎么会蓝的这个候选人都到底谁要出来选都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还没有确定到底是谁要出来选，谁到底要跟赖清德来正面对决所以呢我在猜就是共党呢对台湾的这些卖台贼下最后通牒，怎么下？商界我拿最大尾的郭台铭直接给他开刀，
对，那当然共党现在也缺钱，刚好顺便拿一些钱，然后直接给他开刀，然后呢再找这个一位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报这个婚外情，而且找的很刚好是国防立委，所以呢就告诉台湾的这些政客什么事情，还有包括一些他们想要利用的人，告诉他们只要你有把柄在我共党手中的，哎，你们最好都乖乖的照我的话去做哦。所以说呢，这个台湾民众其实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说这个蓝的会跟白的去合作，因为毕竟国民党他还是这个曾经是台湾第一大党嘛，他怎么可能就是觉得说，哎，这个总统去跟另外一个是才刚成立的一个小党去合作，而且甚至现在还讲说柯文哲要当正的，国民党提的这个候选人侯友宜要当副的，你想看这个对国民党一个泱泱大党来讲，它是一个多么的一个耻辱，哦，所以那没想到现在真的来开始这两个礼拜就真的在谈这个蓝白合了，所以呢，我个人自己认为是，这两件事情呢是共党给这个台湾的这些卖台贼下的最后的通牒，就你们最好乖乖的啊，照我的话去做啊，所有的事情给我摆平啊，摆不平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好，那当然现在这个总统的这个民调也跟大家更新一下，第一名呢还是赖清德哦，大概他维持还在 35% 左右。好，第二名呢就还是一样，就柯文哲跟侯友宜他们两个就是二三名在那边一直互相跑来跑去，哦，那他的民调大概都是 20%， 那郭台铭就不用讲了，永远都垫底，都不到 10%。 那大家都很关心说现在蓝白合现在目前谈的进度，那立委方面呢，现在这个媒体报道，现在好像看起来是有一些进展的，就譬如说，哎，台北的第一区哦，我是这个国民党提为那个立委哦，白的哦，民众党我就不提哦，第二区啊换我民众党提啊，你国民党就不要提啊，他们等于是这样交错去合作跟民进党去竞争哦。那当然从立委的选战来看，目前大家对于这个立委看应该都是这个蓝白，就是国民党那边会赢，民进党应该没办法过半哦。现在目前民进党是过半的哦，所以说呢，这个立院看起来应该是会输掉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就是啊，民进党。那当然，总统现在谁当政的哦，那个这个现在一直谈不拢哦。柯文哲当然他喊说，哎，全部都要这个用民调来去决定哦。那这个国民党说不要啊，只有50%是那个民调来决定，另外50%应该要让这个立委来去投票。好，那当然反正他们现在僵持不下。那回到原本这两则新闻，就鸿海被查水表，还有民进党的立委被爆这个中国跟中国女子这个婚外情，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积极的谈蓝白合了。首先这两件事情都跟共产党有关，是共党去查鸿海水表，然后他是被爆出跟这个在这个党企里面的一个女子的这个婚外情。那再结合七哥刚刚开头的爆料，柯文哲跟这个军委七办有秘密的文件，那柯文哲他又是共党三枪政策的其中一枪，哦，所以说那如果你现在理解为什么柯文哲他现在坚持要当正的，哦，那也不难理解，哦，因为他代表就是共党的这个利益嘛，哦，所以他肯定要帮这个共党把他的这个利益最大化。但是因为国民党他其实他还是一个地方势力为基础的一个政党，哦，所以说呢他现在目前是比较难去跟这个另外一个政党变成是国民党他要当副的，他自己也拉不下这个脸，所以他们现在还谈不太拢这个就是目前台湾大概这个状况。嗯，菲菲。嗯，这个大鸟，我刚刚听你这个讲下来啊，就是先分享一下，其实上周那个做节目之前我就跟大鸟有沟通过，说哎，鸿海的事情很热闹啊，这个大鸟说哎，我们这个周要讲讲，如果不讲的话是说下周可能就没那么热闹了。我说应该不会吧，这么大的事件我觉得下周应该会发酵吧，会发酵，结果没有叫了，这个直接就没了，就静悄悄的。就我刚刚听大牛把整个最近两周啊就是这些事情讲完以后，你知道给我什么感觉，就像有一些这个我不知道你我那个上海，就是你不知道上海有那种拆迁户，就是家里要把房子拆了，然后就国家要把你家的房子拆了，但是呢这个会给你一笔补偿款，那那笔补偿款呢，就是补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家里原来住在市中心，那你可以到郊区可能去买一些
就是买到房子，差不多可能面积会大一点，因为市中心的房子就小嘛。那么在有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个补偿款还是挺吃香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家里就谁比较凶，就是比如说家里有很多子女的，那谁比较凶，在家里比较霸道，那可以抢到比较多的房子，然后抢到比较多的这个补偿款。但实际上说，你说这个补偿款对于整个家庭真实意义上来说，你说这个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坦白说，如果说是真的，大家说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拿到这个钱去这个乡下买房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改善生活？还真的不一定。那就比那个谁比较凶，然后谁在家里比较会吵，谁在家里比较会闹。那个但是呢，问题是说他们对于外面这个共产党呢，就是给他分房子的那些人呢，基本上都不敢想，很少就是去做钉子户，也有人尝试去做钉子户，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那现在这个台湾的情况呢，我就感觉我觉得这个郭台铭本来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凶的那个，现在他就很怂啊，是不是？是有一些问题啊，就国民党吧，我就觉得呢，就像这个，家里呢，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怎么说呢？叫做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就有点撕不下脸皮，你知道吗？就抢房子的时候，他撕不下脸皮。就柯文哲相对来说，比较凶，比较凶，但是呢，他也不敢正面出去跟这个共产党硬刚。我觉得真的不行，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们都不行。就是我就想跟你反过来讲讲说，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另外几个恐怖集团啊，这个比你们这个台湾要热闹太多了，真的是比你们台湾热闹太多了。这台湾现在感觉虽然说是火药桶，一点火药味道都没有，我觉得没有血性，怎么跟这个共产党这个流氓去 KO？ 你看啊，这个我们刚刚其实片头里面有放到，就是说那个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叫哈马德啊，哈马德，这个哈马德这个人很厉害的，他直接就开撕，他说，他说现在啊，我要呼吁这个中国，当然其实他指的就是中共，还有俄罗斯啊，还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就是他说的是这个那个叫什么阿拉伯人都要加入我们对以色列开始进行打击。但很重要的是啊，他说现在我们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打击最受益的就是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俄罗斯。你看啊，这个俄罗斯他说，你看现在注意力都从这个转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当中来了，没人去管俄罗斯他那边，他现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中共啊更是了不得了，你看看他现在觉得我们太成功了，太成功了。然后呢，你看他在我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经验，怎么样去这个突袭台湾，迅速去搞定台湾。哇，你看看啊，这个厉害吧，厉害吧，他直接就开始跟你中共开撕啊，他就直接威胁你，你看看啊，是不是？谁？你钱呢？对不对？没钱来我就要你好看，是不是？没钱来我要你好看，我先吓唬吓唬你。你看这句话放出去很厉害的。那然后你看他那个昨天他们那个真主党的这个领导人也很厉害的，那个真主党领导人。哇，大家都在等说，他这个一会儿丢炸弹，一会儿丢炸弹，对那个以色列啊，就说是不是他很刚，可以这个就是接下去会怎么样行动，会怎么样做一些这个更激烈的事情，那么会不会战争升级？那么很期待，万众瞩目期待。昨天就星期五，他发表他的这个10月7号以来第一次的这个讲话。好，他讲啊，他几个重点啊，他说第一个重点，他说我们这个绝对就是阿拉伯人的行动，阿拉伯人的行动跟伊朗没关系啊，跟伊朗没关系。但他怎么说跟伊朗没关系？他说你知道啊，跟伊朗没关系，或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但重要的是说他们是我们背后出钱的那个人，
资助我们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说啊，你现在好好的给我钱我就说跟你没关系，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说跟你有关系，对不对？就是你叫我去这么干的，你看都多厉害。然后他就很流氓的就说，他说哎，这个事情我不是说现在要不要参战，我10月8号那一天就已经参战了，就我们很早就介入啦，我就是要跟你死磕的，我就是要跟你扔炸弹的，然后我背后有人出钱啊，然后他也警告那个背后出钱的那个人，哎，你看啊，你不给钱我就把你揪出来，那很牛的。那你看这个边上那个更牛的俄罗斯，那直接就派他们的财长出来说了，你看啊，我们这边的无人机那全部都是中共给的哇、哦！那也就是说现在俄乌战争是不是制裁要把这个中共也算进去啊？那个你看看啊，这个很厉害。也就是说你不给我钱，他现在是怎么说呢？现在那个财长还没有正式公开在公开媒体上说，他还通过乌克兰的这个媒体爆出来他的财长是这么说，人还很隐晦啊，很隐晦，你看真的很了不起啊。你看这跟这些流氓比，那柯文哲那绝对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我现在就很好奇，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军情七部啊，还是那个军委七办，军委七部，那个七部，诶，怎么是七部呢？那个军委七部他是怎么来评价柯文哲？感觉就觉得他好像不是特别行啊。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现在你看蓝白合不起来，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不够流氓，你知道吗？现在台湾必须要出一个比共产党还流氓的人，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蓝白合起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蓝白合起来以后会不会像这些哈马斯的流氓一样，然后让这个就是共产党一下子就没有办法管得住了。哎，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个事件啊，我感觉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然后因为你大牛应该是说到台湾马上1月份就要开始选了，你看都到现在都没有搞定，我不知道共产党接下去准备在这个事件上如何处置。大牛，对，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你看我其实你在讲的时候，我真的是这个郭台铭他在国际上肯定一讲到郭台铭，大家知道他是这个来自台湾是吧？这个苹果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代工厂，那肯定都知道他。但是呢，你说这个跟这个恐怖连跟恐怖组织比，他都硬不起来，这个真的是让这个台湾的这个男性是真的是很没面子。你看像哈马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刚刚讲了这样话，但是感觉就有一点是在反讽这个共党的这种感觉，就拖他下水的感觉。好像就菲菲你刚刚讲，哎，这个你是不是钱给的不够啊，还是再多给我一点，哎，不然我就多讲一些哦，对不对？就再多讲。哎，他们在台湾也可以多讲啊，讲什么？你可以说譬如说，哎，讲说哎这个共党是怎么想要操弄台湾的选战啊，对不对？你公开威胁共党啊，对，跟他拿一些钱啊，还是说跟他对他这个弄你红海，你也可以公开的去弄他，为什么不敢弄？对，因为难道就因为之前七哥爆料过那个共党手中有小郭郭的照片吗？还是说小郭郭真的软趴趴，所以他就真的很怕照片被公开？对，所以说呢，你看他就真的就这么的软下来了，然后不敢跟共党去硬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让人觉得，我觉得看就你讲，就他们是连恐怖组织都不如。当然你说这几个人，其实我认为就是说他们到底最后要怎么合，其实我相信最后他们绝对是会合的，只是怎么合我不知道，就是到底怎么合。因为现在有四个人，就柯文哲、侯友宜、郭台铭跟韩国瑜，连韩国瑜都被搬出来了，就这四个人，那他们到底怎么合我不知道。不过呢，只能知道什么，就合了之后，那肯定就如果真的合了，我现在是我觉得至少70%-80%是会合，那合了之后，那肯定就是共党的利益是最大。因为刚刚说了，就是立委的选战基本上应该是蓝白是会赢的，就是蓝白加起来应该是过半的。那如果总统大位再让他们合起来的话，那当然这个就变成之前说过了，这个是就共党等于基本上在台湾完全执政。那你看现在共党想要的是谁？想要现在呼声最高的是柯文哲。那你看柯文哲，其实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柯文哲他是可以算是政坛台湾政坛来讲，他只是一个中生代而已。他大概他是2014年才参选那个台北市长嘛，才加入到政坛的一个中生代。
他可以让一个百年政党的国民党来跟他委曲求全，要去跟他谈。你觉得这是柯文哲的力量吗？那肯定不是，是柯文哲背后的力量。那柯文哲背后力量是谁？刚刚七哥也爆料，那就是共产党，对不对？所以说呢，那你说现在如果今天柯文哲出来选了，他跟赖清就现在民进党的这个赖清德选，其实这很简单。你说那台湾民众就现在看得很乱，要怎么选？再简单不过，其实这个就是赖清德他在跟共产党选，那共产党现在就洗，所以就等于是赖清德跟习近平，你要选谁？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投票，你是要投给代表民主自由法治的赖清德，还是代表集权专制的习近平？就这个已经不是在做什么蓝绿啊、什么白的这些选择，他们现在还是故意把这个焦点带回什么啊，蓝绿的内斗啊，怎么样子，还是把它带回这个，这跟蓝绿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个是等于是真正就是民主自由跟集权专制，这样一讲，其实它是非常好不难理解。那当然，这个柯文哲他这个啊，我想特别讲一下，柯文哲呢，他跟这个中共其实很有渊源。为什么？他在台湾，他原本是医生啊，他是台大的医生，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做叶克膜之父。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叶克膜呢，等于是你心脏停了之后，哎，你这个如果要干嘛，你抢救啊，干嘛？它等于是一个体外心脏的一个概念。哎，体外心脏在什么时候最要用到？要拿器官的时候，器官移植的时候。因为你如果一个人，就我们一个人如果濒临死亡的时候，或是刚死亡的时候，如果他有签下那个器官移植的同意书的话，那你心脏还在运输的时候，你血液可以打到各个器官的时候，至少你可以保证这个器官它不会坏死。否则你心脏都已经停了，人已经挂掉了，你的肝啊、你的肾啊、你的什么，那早就已经过了，可能我不知道数据多久啊，五分钟、十分钟，可能功能都已经不健全了，对吧？没有血液经过嘛，那组织就坏死了。哎，但是呢，他这个叶克膜之父，那你想想，如果今天对他故意把一个人弄死，还是怎么样，或者他把他用昏迷，还是怎么样，他要取一个新鲜的器官的时候，他就需要这个体外心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首先我上网查了一下，2007年柯文哲他主持的一份那个一个医学的一个那个计划，他在七年内的时间，当然这是合法，这个都是台湾是你要签那个器官捐赠的那个同意书，他总共摘了52个肾脏还有一个肝脏去做移植，在2007年哦。然后他是在1993年，哦，刚才是2007年，就他总共已经摘了50多个肾脏，有记录的，哦，一个那个肝脏。1993年呢，他就已经到美国去这个实习了。他到美国去实习，他最主要就是去学刚刚讲的那个叶克膜，就体外心脏的这个技术，嗯。所以他是把这个叶克膜技术带回来台湾，所以他在台湾他叫做叶克膜之父，这是他带回来的。然后他在台湾他还建立了什么？他建立了器官捐赠还有移植的这个制度啊，就我器官怎么捐赠，我多久算死亡，多久之内我可以去取这个器官等等等，这些移植制度，这是柯文哲他建立的。然后他在2000年呢，他就开始到大陆去参加多次的医学研讨会，在干嘛？他把叶克膜的技术传到大陆去，是柯文哲带过去的。所以呢，很多台湾民众从他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台湾民众都在问一个问题：你柯文哲，你是不是曾经到大陆去的时候，你用任何包括演讲还是实际操作的方式，你把这个等于是没有心跳或者是死亡之后，再结合这个叶克膜，避免刚刚讲的那个器官缺血这样的一个技术传授给中共去进行这个器官的移植？对，这个是很多台湾民众的一个疑问。然后呢，我们再看哦，刚刚说2000年他就开始，他怎么回答？他是 yes or no？ 你有没有做过？那当然，他说 no 啊，他说他是去这个进行学术研讨啊，对，他说他只是去进行这个学术交流啊，而你们说的这个都是，你们说的这是天方夜谭啊。他永远他回答都是令人家有点摸不着头绪啊，说啊你说这个在那边抓头，然后就用一个很奇怪的笑容说啊你说这个不可能啊，哎你不要说这个天方夜谭好不好啊，我们就在进行这个学术交流嘛，啊不然就是说哎请问一下，我譬如说菲菲我今天跟你同台，然后譬如说大牛这个偷吃，
那你说这个菲菲不知道大牛透支，那你说菲菲跟大牛同台，菲菲就知道大牛这个人全部吗？就全部支持大牛吗？他就用这样的理论。哎，我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我就知道共产党全部的事情吗？他就你知道他就是用这种歪逻辑，然后就回复给台湾的民众，他都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他完全都没有承认，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问号，被打一个问号，就是他一再都说我只是去进行一个学术的交流啊，这个国际上学术的交流这是很正常，他都这么讲。2013年的8月他到北京去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结果学术研讨会之后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他去陕西的延安去拜访，去探访陕西的延安，结果就很巧，在2014年的1月他就突然表态他参选台北市长。那当然这里面有什么关联我也不知道。对，那再来是2018年的8月那时候中共的那个央视他以两篇半的一个报道，他去报道柯文哲，说什么诶，说这个柯文哲他很有可能会投入2020年台湾地区的这个领导人的大选。当然后来那一年柯文哲根本没有投入，但2024发生了，2024柯文哲投入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七哥之前爆料的这个共党的这个三枪政策的其中一枪，现在看起来呢是这个最，我觉得三枪都基本上都一样，但是现在看起来就这一枪呢，现在是共党他最想要让他这个上台的。因为之前有讲过，因为他的这种回答的这种无厘头，包括他现在取得了很多台湾年轻族群的一个信任，所以说呢现在看起来再加上他的民调，所以呢这个共党呢现在非常想推崇他。那你看一下这三枪政策，这个七哥爆料的真的是非常准。就是第一个，柯文哲在这一次的选战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被算是被推出来的。他借由什么？借由他经营他的网络账号。菲菲你知道多夸张吗？柯文哲的网络账号，抖音、脸书、IG， 你知道跟其他候选人比，包括霸道总裁郭台铭，你知道那个是基本上完全没办法比。比如说他的抖音账号的粉丝人数就150万好了，郭台铭跟赖清德其他大概就是50万而已，侯友宜更可怜，大概10万。你知道这个差距是多少？150万跟10万粉丝的一个差距，你就知道这个谁最会经营社交媒体，你也知道，是吧？是柯文哲自己经营的吗？我才不相信，对不对？他借由这个网络经营，所以他先抢攻到了台湾的中间选民的很大一部分是谁？就是年轻族群，这个是有被验证的。因为我们台湾农场呢，每个礼拜上街头去做街访，到现在。因为我们都到西门町去，西门町的年轻都是年轻族群，大概都是年龄层大概是落在16到20岁不等。每次问10个年轻人，10位年轻人里面至少7位他是要投给柯文哲的。每次这个是从已经大概一年多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答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通过社交媒体，他是直接的把台湾的这个年轻族群他是抓得很牢，而且大家很喜欢他这种无厘头的回答。就像我刚刚讲的，哎，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就一定是怎么样吗？哎，我让这个大陆的这个，他虽然说这个他是大陆国籍的，对，中共国籍，他虽然以前是可能有加入过党，哎，但又怎么样？他选上立委，他不要去参加国防委员会应该就没事了吧。他就用这种无厘头，很多年轻人觉得哎他挺好玩的，他跟一般以前的这个政治人物不一样，哎，他就这样。但他第一，他当时那时候最从今年选战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他是直接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版图，就已经不再讲蓝绿了，都变成讲蓝绿白，这是第一个，他就是改变台湾政治版图。第二枪郭台铭他是后来出来参选的，他出来干嘛？他出来就是瓜分掉国民党就侯友宜的票，他等于因为他出来之后，他现在你看他现在虽然只有 10%， 但你看我把这个 10% 回归回去，因为投给现在给郭台铭的有去做了一个分析，大部分还是蓝营的票，所以呢他等于是去瓜分蓝营的票。所以你蓝营如果现在回归的话，应该第二名在这个赖清德后面应该是侯友宜，但是就是他瓜分掉了，所以现在变成二三名是柯文哲跟看起来跟这个侯友宜是不相上下。所以他是什么？他逼着国民党要去跟柯文哲谈。所以那你看这也是他共党的第二枪，他先把你的这个政治版图先改变，改变了之后他再逼反过来他瓜分掉你国民党的票，让你民调很难看，然后
让你逼着你去跟他想要的这个候选人去谈判。那当然最后一枪韩国瑜，韩国瑜现在出来可以开始的整合，当然他最后到底会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三枪如果他真的出来，全部他们全部这些人一起真的整合，然后全部都同心协力，哎，就推出两位这个候选人，然后一起全力的补选的话，那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可能2024他们在总统大位包括立院选战是会完全打败这个民进党。那简单讲就是共党在台湾就完全执政。嗯，菲菲。嗯，这个大牛跟我们又这个梳理了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些信息啊，就是说其实尤其是讲了这个柯P的他的背景啊，那我现在就又想到说这个人现在看上去挺厉害的，而且是蒸蒸日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现在片头里面七哥说的，哎，共产党又有对他有一个报告，也有一些共产党独特的这个想法，那么到底对他是一个什么想法呢？是真正想扶他上大位呢，还是说把他扶上大位以后又想干什么呢？这个事情现在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共产党也向这个郭台铭伸出过橄榄枝啊，是不是？那郭台铭也变成这个台湾首富啊，那很厉害啊，那现在郭台铭又变成什么样子呢？然后刚刚我们讲到了是说前面第一次就是刚刚前面我在跟大牛讲的时候，我是讲到了说好像是现在一群人是在台湾的这一群卖台贼是想一起冲上去抢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狗粮，但坦白讲呢是说我觉得这还不是很准确，就是说这个事情情况很复杂，共产党是在发狗粮，但问题是说呢，现在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就是共产党没有钱了，实际上他发不出什么狗粮了，就现在你我们就讲说之前上海还有拆迁，现在上海没有拆迁了，我们看到的其实更加多的一件事情是说大家可以感觉说还是这个钱的这个争夺，就大牛前面讲的我觉得茅塞顿开，你看啊，他去抢劫郭台铭是不是会拿抢郭台铭的钱去补贴这个柯P呢？是不是？因为他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没有钱了。还有刚刚讲到了那个，就是要去动这个台湾的就是这个国防立委。就这两天啊，在美国这边啊，我只是把美国这边的这个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和台湾这边，因为大家都是要议会选举，然后拿出方案了。那这个立委，国防立委为什么想要去影响这个国防立委呢？我觉得除了大牛讲的这个潜舰的问题，要不要投资潜舰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大家都知道接下去的台湾可能战争是一个非常就是高预期的一件事情，至于台湾老百姓会不会觉得打，但是在国家层面都会拨更多的钱给国防，哎呀，那这个事情就好玩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台湾问澳大利亚买的无人机都是中国产的，那么批买谁的无人机，批多少钱去买无人机，那不就国防立委要干的事情吗？那你说这个就是他不仅他不让你生产自己的潜舰，他说不定还给你绕着弯的让你去买他的潜舰都不一定啊，是不是？然后买回来里面雷达什么东西都是他给你装上去的，然后钱他又赚了，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共产党现在是玩的是非常的花俏的，他拿你的钱，然后呢又来蓝金黄你的人，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大家还觉得他是真正的金主，是不是？还觉得要去拜倒和讨好他，这个我觉得这左手都是他，右手也是他，最后共产党真的很厉害，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跟郭院很难就是想象说可以玩的这么花，就是然后我又想到一件事情是说其实柯P啊，就刚刚经过大牛对于这个柯P的这个整个介绍，我感觉柯P一定不能等到那一份报告真正的开始生效才行动。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个共产党拿哈瓦斯拿俄罗斯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人真的不要脸到一种就是极端的程度。但为什么他可以不要脸到一种极端的程度呢？因为他的那个环境就可以让他不要脸到一种极端的程度。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居然现在在这边可以口口声声的跟大家谈保护平民，跟大家谈人道主义。但是我是没有去搜啊，但是有人跟我说，这个他们杀以色列的人的时候残忍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他们把这个就是小孩放到烤箱里去把它给烤熟了，然后让真的是烤箱烤熟了，就是你想想看，这么大的烤箱，他把它把一个小孩放进去，然后就听到小孩先哭，哭了以后，然后就没声音，然后把它烤熟了，然后关键是他们真的就拿出来就教了的一个小孩，然后是让这个妈妈是一边被强奸一边看着自己的小孩被烤熟了，然后关键是说这些画面并不是说是以色列人拍下来的，是哈马斯拍下来放到网上给大家看，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居然还在跟全世界人讨论人权，你知道吗？他就是说了，我就是流氓，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不要来跟我谈，我说我有人权我就有人权，我说我可以杀人我就可以杀人。但这个样子的制度在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是不能被接受，就像你们那个立委，他就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是不是？他就必须是引咎辞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包括像柯P，包括像郭台铭，哎，他真的，我现在想想，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不完全彻底不要脸不要皮在台湾活下去。但你但凡要一些脸面，要一些皮的话，你都没有办法跟共产党可以死磕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共产党手里捏了一些这些肮脏和这种不堪的事情。但问题是说，但凡你给共产党捏住了这些东西，你无论你为他做了什么，最后你的结果都不太好。我觉得就像这个柯P，他我很想知道说共产党给他写的这个报告，那报告说不定就是类似像遗书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他是医生哦，这样想起来前两天死掉的一个医生叫吴尊友，那绝对是舔锅共产党，那舔的不要太好太好的。那是说起来说，哎呀，我的头发都白啦，你看，但是这个都是很值得的。这个隔离，这个叫什么？隔离清零政策，那是这个非常伟大的政策，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党的最伟大的政策，为了这个政策，我头发白都是很值得的。你看看，我们保护了多少老百姓的性命，很不要脸的在那边讲。都能作为一个医生啊，作为一个首席科学家，作为一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受到过高等教育的这个这样一个科学家，居然没有脸没有皮的为了跪舔共产党，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这种完全背离常识完全背离医生道德的话他都说出来了以后，哎，最后不是还是死了？那你这个科P，你这个曾经的医生现在的政客，你的下场会比他好吗？哎，他肯定想说，哎，我人不在这个中共国，哎，那被中共国从什么地方扔下去的，在什么酒店里面被死掉的，那多的是了，是不是？他要你死，那分分钟的事情。那现在我觉得柯P他们要避免这些悲惨的这个命运，我觉得郭台铭可能要比柯P好一点，郭台铭至少还有一点钱，还可以交换一下。你柯P，你钱肯定不可能有郭台铭多，你拿什么东西交换？但问题是说，现在的柯P，但是是有这样的优势，还是可以去跟这个就共产党谈一下，因为毕竟你想想看，共产党刚刚从这个郭台铭这边，对吧，没收了钱过去，那你柯P现在七十几天就要选了，是不是？你在此时此刻对共产党还是至关重要的。你看，就像大牛刚刚说的，给他养了这么多这个公众号的粉丝，这公众号的粉丝，共产党再厉害也不能就是随便改个数字，明天就给他改个几百万，没人相信啊，是不是？那你也没有宣传效果。所以你看，柯P是共产党花了很多钱的，就跟哈马斯一样的，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的。柯P只有利用好现在这个时间段，好好的去敲诈共产党一笔，然后再为自己好好的想到怎么样去
找一个后路，我觉得才是戈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但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共产党一直在的话，他的下场可能就会很糟。而且我觉得说，共产党最后一定会没有，但柯P能不能在共产党没有之前还活着，哎，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不然的话你看他现在为什么蓝白合不起来，他有没有能力去坐上这个就是总统宝座，是不是他现在到底在跟共产党勾兑什么，那个这个国安七啊，不是这个什么军情七部的那个报告，军委七办到底给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确定。我觉得越是像这个郭屁啊，这个葛屁这个人啊，这个越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大牛，嗯，是这个，所以你刚才讲，我就在想，你看这个葛屁啊，他现在这样，你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没办法完成这个共党给他的这个任务，就像郭台铭现在。随随便便，你知道郭台铭现在只是网路传啊，网路传，你知道他传出说他被查多少税吗？他说他要缴回去大概是2000亿人民币的税，那这个是已经他的这个市值是基本上已经20%，十几百分之快要20%，非常非常多。那你说，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现在对他有给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说哎，这个葛P好像可以帮我完成，就最后没完成了。好，那共党现在可能譬如说哎，他要换下一招了，想来台湾岛内搞点事情，对不对？譬如说像之前那个七哥也有爆料嘛，可能会有斩首行动嘛，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刺杀行动嘛，那不一定要刺杀蔡英文啊，他可以来刺杀这个葛P啊，对不对？刚好就真的葛P了，对，我弄那么多，我这个现在恨你嘛，我刚好我来刺杀你，对，我把你弄起来，弄掉之后我把台湾的社会这个搞乱之后看用什么办法，对吧？我搭配，我再找其他的卖台贼再跟我里应外合，再一下再这个再弄弄再进来还怎么样，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就说回来，我觉得菲菲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不要脸天下无敌，就是今天这些恐怖组织他们那些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就他确实他们是完全不要脸，就是我就是跟你，我就这么做了，就跟那个阿富汗的这些恐怖组织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就这么样，我就这样子，哎，你这个你共党要怎么样？不然我们一起耍烂嘛，一起耍无赖嘛，对，看谁比较无赖。那我在我的地方，我肯定比你还无赖吧？你而且是你共党有求于我，对不对？你可能是你希望我帮你开一个战线，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肯定你可能是有求于我。但现在他有求于台湾这些，他要台湾这些帮他拿下台湾的时候，那但是呢是什么？就像菲菲刚刚讲，大家要脸要什么？就说啊，这个我的小郭郭的照片会不会传出去啊？啊，我小柯柯的照片会不会传出去啊？哎，我这个柯文哲，我以前在大陆如果这个帮人家摘人家器官，哎，移植人家器官，我这个事情会不会被说出去啊？那因为最近有一位那个作者我忘记是谁了。有一个作者他写过柯文哲一本书，他那个书名就叫屠杀，他在写柯文哲，就写柯文哲他是怎么去教中共去活摘器官，包括叶克膜的技术等等的，他写这本书，柯文哲还告这个作者，这个作者他多次来台湾就是直接开庭，现在已经三次的这个上诉，柯文哲三次上诉都败诉，法院都判柯文哲败诉，都是这个作者是胜诉，这个作者他也非常有信心，说他写的东西是事实。他说：“你不要拿政治来跟我玩。”他说：“我是不会理政治的，我是实事，就这个就是事实。”他说：“这个柯文哲就是有教这个中共，就中共的这个帮凶就对了。”所以说呢，你说如果这些人但把他还需要一点自己的人设的时候，那就会被共产党就控制了。就是你刚刚说的，他反而现在是应该是对共党现在没钱。对，内部又乱成一团乱。你说这个葛P他再怎么样，如果以共产党来讲，他有比李克强还牛吗？那怎么可能呢？他谁啊？对不对？李克强的下场都是这样的，这个胡锦涛的下场都是这样，江泽民的下场都是这样。那你觉得你葛P他能有什么样的一个下场？但是他却为了维持他心中的那个人设，当然其实我也反那天我跟菲菲聊的时候，我也反问我自己，哇，如果今天我是他，比如说我到这个大陆去，哎，我有很多这个被拍的这个
小牛的这个照片影片这个拍很多，我到底会不会把小牛牛的照片放在台湾人民利益上面？我觉得这很难讲。如果你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人设的时候，哇，你真的很有可能啊，算了，反正我弄一弄，我可能他觉得说，哎，可能不会到最后不会那么惨，我到最后我还是心里会有一把尺，我不会让你共党怎么样，但最后不是你能决定的嘛，对不对？你他只是要你铺一条路，你这条路一通了，对不对？这就好像说，今天你说要盖一个金厦大桥，你只是他跟你讲说，哎，我这个军队绝对不会来，骗你盖完之后，坦克车都过来了，还军队不会来，对，他本来就是都用骗的。对，那这些人他心里自己原本的可能去为了维持这个人设，然后去画设那个可能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底线，也许有有那个底线的时候，那肯定最后还是他这个底线，共党是根本是不会理的，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最终他的下场肯定比现在，你现在如果说，哎，我让你这个我的小郭郭照片就被你爆出来，哎，但郭台铭现在硬起来，对不对？他就骂这个共党，然后把共党很多事情就直接公布在台湾，就菲菲就像今天早上你跟我讲，共党他现在本身他就是往一个灭亡的道路上在走。就你我们如果但凡你看远一点，不要先明年的大选虽然很重要，但那个只是两个月后的事情，你把眼光放到两年之后或甚至二十年之后，那时候共党肯定是消失了。那消失了之后，很多事情它很有可能因为爆料革命存在，所以很多事情它是会被还原，甚至真相它会被摊在阳光底下的。那你觉得你到时候那个时候你郭台铭还能活吗？而且还不是只有现在台湾选战，是之前七哥也有爆料过，所有的 Apple 在大陆生产都有后门，你看全世界多少人要找你算账。对，但是如果你现在你说好，我小哥哥的这个我不理了，给你小哥哥小郭郭让你放出来，我不管了，我下定决心，哎，我忍痛，哎，但是你现在跳出来，你去跟共党去作对的话，那大家反而是给你一个赞的，对，哎，你有 guts， 你这个虽然你的照片这么多，这个跟哪个女明星的照片，对，影片甚至影片被外流，但是你都敢站出来，大家反而是给你一个赞。但是确实要突破心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是。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要看他们的造化了，菲菲。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讲到底啊，还是一个勇敢的问题啊，就是说，有得必有失啊。就我也不是说，我觉得我们说两句，这个郭台铭也不可能说，就是不介意他的小锅锅，然后就出来跟共产党硬刚，对，露脸。对，他太要脸，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种我觉得坦白讲说，你觉得说卖台比较不要脸呢，还是说是跟女明星厮混比较不要脸？我是觉得说是卖台比较更不要脸，是不是？因为这个你跟女明星厮混，坦白讲这是你的私事，但是你把整个台湾人的这个利益都给卖掉的话，我觉得这是台湾人都要撕了你的事。那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他想得开的话，应该觉得这个真的是说是可以权衡和取舍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说不是说就是我们讲说多少年以后啊，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要嗝屁，那是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经济啊，就刚刚说到了这个台湾这些能够像柯文哲这些人，这种嗝屁这种人还能去捞一点钱的，真的是要尽快了，不然之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就我们看到说这两天他开了一个叫什么经济什么金融工作会议，他已经好久没有开这个会议了。这个金融工作会议上面呢，他提到了两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金融要求稳，也就是说他不会突然又印很多钱出来，那不会，他也不会突然怎么样，就是带给你很多地方政府很多钱。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就眼睛看得到和眼睛看不到的，那基本上就是分分钟要死掉的这个节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的地方的这些这两天在网上都有传，这些什么地方的保健院啊、学校啊，这些都是一年多没有拿到工资的这些人了。就这个地方政府是随时随地都会就是倒塌的情况下，他让地方政府自己去解决你自己的这个债务问题，那能怎么解决呢？你想想看能怎么解决呢？
那不就是做流氓去抢吗？是不是？你这一时半刻的，你怎么解决？你只能做流氓去抢啊，抢谁啊？那肯定不能抢没钱的，你抢人家这个，家里都自己揭不开锅的，你抢了也没用啊，是不是？你要抢多少个才够你花？那肯定想抢郭台铭啊。大家都说了这个，也有说，哎，现在在中共的这些企业都不安全啊，包括苹果啊，包括这个星巴克啊，然后包括那个这个Tesla 啊，这些他要抢，当然都先抢你们这些公司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聪明的像先锋都给他全关了，对不对？像巴菲特把比亚迪的股票给全卖了。你不管你是中共自己的企业还是外面进去的企业，他不管，他现在没钱了，他就要抢你，他拿公权力来抢你，他有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共产党一贯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共产党已经到了说自己要在国内开始明抢了，就是把一个本身还有所谓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一个国家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那你想想看，在这个加沙里面，哈马斯不就流氓吗？是不是？那哈马斯在加沙那不是生产啊，就是靠这个佣兵，然后这个帮别人打仗，然后随便杀人，然后抢老百姓过活的，这不就跟流氓一样吗？那中共国我们本身这个国家里面至少之前还是有生产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现在他已经没有经济活动可搞了，直接就开始抢了，就直接开始明抢，你说这个国家还能活几天？而且你看啊，这是国内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这两天是在看哇，这些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还有这个也门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组织啊，科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组织啊，胡塞组织，然后就都叫嚣的很厉害。那你看他炸弹啊什么的都几颗几颗的发，然后包括哈马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很大规模的行动，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就是没有钱了呗，叫是叫得很响啊，那不叫你流氓不叫那怎么打仗嘛，对不对？怎么往前冲，对不对？那我叫得很响啊，我会帮你打仗啊，但问题你钱呢？大家要想啊，这些人绝对是流氓啊，就是你想想看，我猜测啊，就是说如果共产党给他1000万，他能至少贪了里面至少500万吧。那你想想看，以前在这些和平年代的时候，不打仗的时候，贪了500万，然后给你做点豆腐渣工程，给你搞点这恐怖事情，然后渗透一些关系，那还能混混，是不是？你想打仗啊，是不是？这个美国国务院里面为这个钱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你要想想看，那你共产党你那个这么大的数量，他又要在当中，而且这些流氓他已经胃口是你自己喂大的，是不是？你说他如果你不让他截流，他会给你干吗？他肯定不给你干。但是你要干的话，你又要拿出多少钱呢？所以拿不出来，自己国内又没钱，外面又没有钱。但这些人，你想想看，外面被疯狗，这些可以把小孩放到烤箱里去烤的这些人，直接就跟在你屁股后面，现在要债的情况下，你想想看，共产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也不好过，是不是？他其实真的是内外交困，他现在真的只能，我觉得做困兽之斗，要最后殊死一搏的情况。对不对？包括现在你看拜登和习近平他们要见怎么见，既然拜登白宫是说他会来跟我见，但是习近平到现在都没有敢说他要来见。我也觉得这个你看美国也够狠的，美国够狠的，反正我现在说了你要来见，你不回应是你的事情，你不回应我就当你承认了，但到时候来不了那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去兑现你自己说过的事情。但关键是说为什么不见，因为习近平坦白讲他跑到美国来，你跟拜登能勾兑出什么东西？你们能勾兑出什么东西？很多问题就是你放在你面前根本跨不过去的坎，是不是？你这个坎你根本跨不过去，拜登能不管以色列吗？拜登能不管台湾吗？然后拜登能够这个叫什么芯片都送给你吗？是不是？他不可能的，他想这么干他也做不到，这美国不是他一个人说算，对不对？现在他自己这个家里都一堆包了，那美国这个总统我现在觉得权力很有限，很有限，很有限的权力。所以其实勾兑，你看他冒这么大的风险，习近平现在家里也不稳，跑到那个美国去又丢脸，你说是不是？他去美国肯定丢脸，你想想看，他如果带了几百亿几万亿的订单过来，那 OK 啊，美国人
对吧？旧金山人民再怎么样不愿意，你如果给我们整个旧金山市弄个几百万的大订单，大家都愿意，对吧？高规格接待你，你现在有什么？你现在过来要饭的，你有什么？是不是能给你一个 hamburger 吃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觉得习近平拿个 hamburger 打发他，他能过得去吗？他回家怎么跟别人交代？你在家里耀武扬威，到人家那个旧金山去就吃一个 hamburger， 说不定连 hamburger 都不给他吃，麦当劳买一个什么东西，买包薯条给他都有可能，对不对？马路上也不可能，你不可能去扰民去来接见你习近平，你这现此一时彼一时，你已经不是带着订单过去的大金主了，是不是？你之前川普时期你该骗的也骗过了，人家不相信你了，你没有订单的情况下你跑过去还想人家给你好吃好喝的这个供着，怎么可能？是不是？那他回去怎么交代？他跟党内怎么交代？回去还要不要这个脸？据说啊，这个是我妈跟我说的，我也没有看到，他说王毅跑到美国来，然后这个门前就是几碟这个蛋糕，然后别人门前还有一些什么汉堡包，王前只有几块蛋糕和一杯咖啡，据说王毅只能说啊，我这个吃不下，我不习惯吃这个东西，然后我们美国人就只有几个汉堡包和几个蛋糕，你想怎么样？那你对付王毅还好说，是不是？王毅呢你还好说，那你习近平你忍辱负重跑到美国来，你能拿到什么？所以真的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政党啊，就是觉得共产党基本上就是要嗝屁的情况。但问题是说这些人就是卖台贼跟着共产党，你们到底能拿到什么东西？像我也不太确定说台湾这个明年的大选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以我觉得就算我们讲到说就算这个柯文哲能够当选台湾总统，这个共产党一旦要开始对台湾动武以后，第一个要干掉的可能就是柯文哲，因为柯文哲在台湾他是要脸的，他不敢在正面就说我是跟这个共产党是这个合作的，我觉得他不敢。那如果台海一旦开战的话，他必定是至少面子上他要是站在这个对立面上的。那么等到共产党但凡有一些机会的时候，第一个要拿出来开刀祭旗的就是他，对不对？这共产党以前一直干的就是共产党以前他的特务，对不对？帮他做了很多坏事的这些特务，那最后都给他祭旗了，以前骗回去的这些科学家都给他祭旗了，以前这个投诚的这些这个就是国民党都给他祭旗了，有哪一个逃过？一个都没有。所以柯文哲最后的下场会是很惨的，我觉得可能会是柯文哲熬不过共产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有可能的。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要做的，包括郭台铭啊，就是他们这些人可能寿命熬不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可能会在自己死掉之前，这些他可以拿捏的人他都给你来一把，对不对？把羊毛都剪剪干净，可以帮他续命嘛。你想想看，就是我现在之前我有血的时候我可以去供养你这些小鬼，那我自己都没有血了，那我当然把你小鬼身上的血都给抽过来供养我自己。所以这些好拿捏的，比如说像在他手里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小科科啊，什么小锅锅啊这些东西，那他就拿捏你啊，那拿你来祭旗，拿你来供养他自己，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这些人是活不过寿命超过共产党。但问题是说如果他们但凡能够想通一点，或者就是跟刚一点，有勇气一些，为自己要殊死一搏一下，那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看了最近的这些事情啊，我就觉得大家现在就之前在说共产党说哎不行了，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觉得要打一个问号啊，很多普通老百姓都要打一个问号，现在我觉得相信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会觉得说是他肯定不行了，而且我们希望他不行。那你觉得他还能行吗？他肯定不行了。那问题是说大家要怎么样活过共产党，是不是命要比他长，对不对？那你才能看到这个黑夜过去曙光乍现的那个时刻，对不对？才能重新感受到太阳升起的温暖，那就是选择的问题了。嗯，丹牛。嗯，那当然是这个灭共是这个世界到现在已经是主流的主流，绝对即将马上要变成这个潮流了，这个是大家都看到的，就摆在眼前。那我反正我就只说台湾，说我自己，就是我都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就这一次的
台湾选项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呢，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就到底你是根本不没有什么蓝绿什么白什么颜色都没有，就只有就你是要投红的，就你要投习近平还是你要投民主自由，那你就是 等于算是亲美的这边啊，你自己去做一个这个选择。那当然这个我也没有能力也没什么的这些完全半点影响力都没有，但是呢这些这个政客们，而且是不是政客们，是卖台贼，就他把这个个人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放在台湾的人民的利益之上啊，这些人呢，当然这个最好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共党他是肯定他会灭亡，那会灭亡的状况之下呢，那你到底你是要继续呢去当龟孙子，你继续跟着他，然后等到他最后灭亡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像七哥讲，那你就是跟着一起进这个火葬场，就算你没有死掉啊，但是呢你是在这个社会上你可能更痛苦，生不如死啊，你不但是小蝈蝈的这个照片被人家看到，而且人家是对你是唾弃啊，你现在就说你硬起来，至少大家还会给你比个赞，对不对，就是还觉得你是有点勇气有点骨气，对，那你连这一点勇气这点骨气都没有，那真的是只能被大家去唾弃了。所以说呢，那没错，就所以那肯定那只有就是自己去做一个这个选择，勇敢的去站起来啊，不要再这么软趴趴啊，就是坚决的灭掉共产党，尤其这一次还真的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国民党从49年到台湾之后就一直想要消灭共产党，那真的他就一直想消灭，然后消灭到现在，先不说国民党还要跟还要什么去什么蓝白合了什么，还要去再去完成共党的这个梦想，这都先不说了，而是说你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梦想，现在全世界就我们刚刚讲的灭共的这个潮流，有多少人他现在是主动站在你这边，就他们力挺台湾，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些行动，他站在你这边，那是你台湾最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那肯定在台湾那是不能错失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更重要的，肯定我们台湾最好的选择还是一样，我觉得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新中国联邦坚决的站在一起，消灭共产党。嗯，菲菲。嗯，没错的，其实我觉得和新中国联邦合作可能是对这些人最大的救赎，和可能他们的损失会是减到最少的这个一个方案。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任何情况下，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勇气加智慧都会找出一条出路。那你说你没有损失没有失去然后什么都想获得，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很多人他为了活命，对不对，他断了臂膀断了腿，那你到底是要命呢你还是要腿，是不是不愿意断臂不愿意断腿的人，那你可能最后就没有命了。那你可能现在只是说舍一些钱财而已，或者说丢一些脸面而已，是不是？那我觉得说和新中国联邦合作绝对是这个我觉得最好的一条出路，可能可以给大家减少最大的这个损失，但我觉得一定是有出路的，不可能是绝路一条。共产党只要你不害怕他，他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害怕，他其实就是这两百几百个人，是不是？这就这几百个人，甚至真正可以工作的也就这几十个人，是不是？真正能够说了算，真正能够影响大局的，你十几亿人，我不要说几亿人，你这些企业家，你这些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加在一起，可能都总的数量都比他们大，加在一起经济实力也比他们大，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一起消灭共产党，为大家未来的安全来谋一个这个福利。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牛，感谢所有的这个全球的战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非常的微妙，然后又爱，然后可能又有一部分人恨他，然后这个碟中谍，其实山姆可以在Hello，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体会。哇，这是首播吗？自己更迭物是人非。那个我根本不在乎海外，我在乎的是国内的所有的国内体制占有。还是那句话啊，推翻共产党还是靠9000万党员和国内的同胞，别指望任何国家，也甭指望任何外人，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老人家，我就想问两件事。您认为我接下来我的战略，我从来不给他说，我说您觉得习王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共产党能不能过了2020年。老人家给了我个答案，我很震惊啊，很震惊，很震惊啊，相当震惊。这个大家懂卦的人去铺一下就可以了，就明白啥意思了。这个卦竟然是能在十八大以前给我，我真就说实在话，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民心现在向着谁？习王其实。民心向着习王其实。这太可怕了。所以说那个翻开那一看啊，老人家刚才说的话啊，他民心向你，你先打开那包看。我一看这后面就写了很小很小，还是横长横长那种。这我一定要留，我要是这圆笔，哪天我得把它贴到这个咱们天安门上面去，那么好把它放大以后挂到的像里挂上面去啊。大家你们去布置挂后面那个叉，就是那个像叉一样的那个左长右短那个啊，大家去看一看。哎呦，我兴奋，我这睡不着了。古人故事已故去还不回，但时光轮转与你相会。古人故事已故去还不回，任时光轮转与你相会。意外的惊喜！哇，真的，我都不知道今天会有这个歌，但是这个歌我感觉真的今天太应景了，真的是太应景了。就好，谢谢七哥，谢谢七哥，这今天送了这样一首歌给我们，然后觉得今天所有的战友应该也很开心，然后听到了七哥新歌的首发。这个其实我觉得刚刚这首歌听下来，我感觉最棒的是当中的一段说词。其实我觉得七哥还是说的比唱的好听。OK， 唱的也很好听。